参见皇太后。王爷回来了，臣妾有礼了。我也有礼。王爷，你累了，先歇歇吧。来嘛。王爷，你累了，先歇歇吧。我不热。王爷，臣妾今天学了一段舞蹈，要不要跳给你看看呢？舞蹈，好好，快！坐上去啊！坐好坐好，手伸出来，就这样，你做蚊香，我当鱼，张大嘴你钓我，我是王妃，干嘛当蚊香啊？因为蚊香喜欢钓鱼嘛。一天到晚老是念叨蚊香蚊香的，到底谁是蚊香啊？蚊香就是蚊香嘛。他干什么的？他干什么我不清楚，我只知道他懂打鼓，懂大问题，他好棒哦。蚊香，他到底是什么人呢？你干嘛老提他？我没有老提他，我只提他一遍。你提过他一二三四五，你提过他五遍了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，到底谁是蚊香？你看你又提蚊香了。气死我了。来呀、当心啊。你和我来钓鱼啊，我真的是好开心啊，没有李浩艾尔跟着我也一样开心呐。前面就到了。放开你的爪子。哪里有爪子啊？这就是你的爪子。不对，
只有鸡和狗的呢才叫爪子。我是人，我不是鸡，也不是狗。你这就叫爪子。那我的爪子喜欢握你的爪子啊。男女授受不亲，我和你非亲非故，无瓜无格，你不可以抓我的手。可是你要当我的王妃了。胡说。就是的，父皇和母后都说了，只要我想让谁当我的王妃，谁就得做，没人敢大胆违抗的，你敢吗？如果是皇上下旨，我当然得答应。好啊，你答应了，文香答应做我王妃了，那你就是我的王妃了。我不是你的王妃。你的王妃是王妃。哎，我的王妃当然是王妃了，人家都说我说话傻，我看你说话比我还傻呢。我不想跟你纠缠不清，总之你给我听清楚，我是不会当你的王妃的。啊，你自己刚刚说了要做王妃的吗？我刚刚的意思是说，如果皇上下旨的话，我就不得不当你的王妃。哦，要皇上下旨吗？我现在就去找父皇下旨。哎，不许去。怎么了嘛？你不是说皇上下旨你就做我皇妃的吗？我让皇上下旨很容易的，你不用怕的啊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你说清楚给我听嘛。我没说清楚，是我没说清楚还是你没听清楚啊？不急不急，慢慢说。虽然呢你说的话比我还要傻，可是呢我还是可以听得清楚的。好累啊。坐吧坐吧。谢谢啊。不谢。谢谢啊。二位客官慢用。你老说要我做你的媳妇儿，可是你知道什么叫做夫妻吗？知道知道。夫妻呢首先要一起吃饭，然后就是睡觉，然后就会生孩子的嘛。这你都懂啊。这傻是假傻。那还有呢？还有没有了？你刚刚说的都是表面的东西，夫妻之间呢最重要的是要两情相悦，同甘共苦，互相体贴关怀。当一方有困难的时候呢，另一方就会义不容辞的去帮忙，你懂吗？谢谢娘子。娘子渴了吧？哎，看那边。来，哎，别烫着啊。哦，这么容易，我也能做到的。擦汗，擦擦汗。哎呀，喝茶。你对我真好。喝喝茶。来来来来，喝。哎，喝嘛，喝嘛。哎呦，好甜呐，喝嘛喝嘛，喝呀。这样我们就是夫妻了吧？不是同样喝一杯茶就会成为夫妻的，夫妻之间还要互相体贴关怀。哎呀娘子，我这肩膀这儿有点酸。是吗？那我来帮你揉揉，帮你捶捶。哎呀娘子你辛苦了，每天操持家务。很容易吗？你学我一样，把手放在桌子上，快点呢，把手放好。可以做，那你现在是我媳妇了吧？想我当你媳妇可以啊，不过你还得接受我的考验，答应帮我做一件事，如果做到了我就嫁给你。好，你说吧，我一定能做到。哇，好高啊，哇，好高啊。怕就回去啊。不怕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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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怕就走进去。你来这干什么？你要怎么样？害怕就说出来好了，我就不考验你了。好嘛，那你嫁给我。你休想，像我嫁给你啊，接受考验吧。来吧。来干嘛？
你不是要我跳下去吗？来，跳啊！如果我叫你跳，你敢跳吗？如果你嫁给我，我就跳。你是皇子，哎，是皇上最宠爱的儿子，叫你跳还不如叫我跳。算了，我不会叫你跳。那你要怎么考验我呢？一二三，嘿。哦，原来是把鞋踢下去啊。不是啊，如果你帮我把鞋子捡回来，我就嫁给你。怎么捡呢？哦，慢慢捡喽。文香。